好，今年春天这个科技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，我们有了 ChatGPT， ChatGPT 的问世，科技网络的飞速的发展，特别是 AI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的应用，以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让我们面对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。张叔老哥的 AI 的女儿的令人惊艳的歌声，咱们学生的会员都不会陌生吧？而且张叔当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段脱口秀，平均每15秒就有一阵爆笑和一片掌声，最近刚放到抖音上就获得了超过30万的播放量，有的网友评论说比春晚的水平还要高半级，那是高度浓缩的精华。非常荣幸的是今天张叔也来了。那张叔不知道今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？真是很期待，我们就有请张叔来给我们表演，谢谢。谢谢那个大光先生啊，一下记住你名字了，一看头我就知道了。丁玲呢邀请我来，然后呢我就问我说这个你们是什么单位啊？他就说欣欣健康文化学社。刚才有个叫欣欣的老师唱歌唱得很好，我说欣欣就记住了啊，健康文化学社。我想这都是文化人呗，应该是我们那个要有年轻的时候说法就是文学青年，甚至叫文学女青年。那个我就说你来演什么节目啊？他说你再说一段呗，能比得上那个视频，定比他精彩一点就行了。那不是大等一些难为我，这我上哪儿去？那都一个字一字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就非常非常的，我积累了好几十年，就你讲出那么一段来，你要求比人家还要精彩了，你也加钱。然后后来我说你这讲段子不合适，为什么不合适？那都是文学青年，尤其文学女青年，都不爱笑。他们爱哭，年轻时候就是好感动啊，见着肩膀哭一哭，你擦眼泪就擦眼泪，擦鼻涕干什么啊？那都是笑着啊。所以爱笑的啊，今天放开点儿。咱们这个场子呢，没有那个领笑员，没有一个那个李诞在那哈哈哈，没有这个。所以呢，这笑是会传染的。如果都不传染，都那么严肃的话就不行。我一看大光先生不错啊，要不您来领笑吧，好吧？这边我刚才有意外之喜，好像说这个谢校长来了是吧？我一来了以后就发现那个站了一个中国人，还底下有中国字，赶紧过去拍着。你看是新人大师，新人大师太喜欢了，喜欢他的字，老值钱了。我去杭州时候，我在那个灵隐寺看着，我那卖我一摸都买不起，我就呵呵，然后一看有新人大师的这个大学，说还能发文凭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个岁数大的你们收不收啊？像我这岁数的。收吗？发文凭吗？发文凭。我是想来看看能教点什么。欢迎啊，是吧？我可以教你们课了，你们当讲师吧。你看来他不白来又找一工作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刚才看看这个文学男青年和文学女青年，居然都是唱歌的。不对呀，这是文艺的。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，你们都用唱歌的了，还好大光把那个味儿给掰回来一点，终于有了文学青年的味道了啊！这个文学呢和这个文艺呢，因为我后来也明白了，这大家并不冲突，喜欢那个都是喜欢高雅的东西，高雅艺术嘛。像我们说段子属于低俗的意思啊，下一半也太烂了，太 low 了啊！来这儿有点那个，有点不那什么。后来这个丁女士还跟我说呢，来吧，这边就都是美女，我一看哇！美女一片，还有一片是资深美女，那个挺好啊。我是谁我就不用说了吧，那这个大官都给我透底了，说我是这个清华打铁的，那人家后面这个老师都知道说啊，我知道你是那个打铁的，对，打铁的。从打铁那个出了名以后呢，那个我看了看那个网上给我留言的，留了好多，认了一大堆远亲啊亲戚，哇。校友没几个给我留言的，一大堆机械系的跑来给我留言了，
大哥，咱俩是同乡的校友，我也是机械系的，我是陕西大学机械系的，我河南大学机械系的啊，我山东大学机械系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除了机械系的以外呢，啊，都还在受苦啊。你们班那个女生还算多的，我们班300多个系，同学里头只有10来个女生，我想比我们还少多好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有说，我们虽然不是机械系的，但是我们是水轮机系的，我们女生一个没有。我们的人全都分到啊，那么还有说我们是航天的什么，我们全都分到西北了，我们也一个女生没有。还有说我们大班有女生啊，有女生你来说什么？我们全是女生，一个男的没有。我们是学有事的啊，我说那你们是华山啊，你们是峨眉派的吧？你们老师班的人是不是叫灭绝师太啊？啊，你看灭绝师太很严肃的嘛，都不笑了啊。那个昨天呢过了个生日，今天呢也正好跟大家沾一沾这个气儿啊。昨天过生日很孤独，就一人在家里对着电脑去过的。然后本来我是想请几个朋友呢凑一块儿聊聊天吃吃饭，后来一看，我的妈，我住的太远了，任何朋友到我们家，那都相当于从北京开到，没到天津，但至少也到廊坊了。我住得太远了，在东北啊，在廊坊的位置。后来想想，哎呀，算了，其实更多的、更要好的朋友啊，都是分散在全球各地。于是我就别出心裁，搞了个网上的 party， 然后在网上直播里边，连我的这个粉丝一块弄。最后说抖音没打通，好像是。然后呢，这样也不少我的学员啊，我的这个什么都去网上听了啊，给我搞得挺感动。那今天我终于圆了一个梦，叫什么呢？也可以一大帮的人一块跟我分享我的60大寿了。本来我准备两个节目，一个节目呢，本来我是想这个吹一段鼻子看状态，另一个节目呢是我本来写了首歌，后来一问说这边没有大屏幕，没大屏幕的话这歌就不好弄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歌词吧，现在的歌词呢，你要不看着的话，现在都习惯了看着歌词听你唱歌，只是你这唱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以前写歌的时候追求的是这个不用看歌词，一耳朵就能听清的，尤其第一遍听就能听的效果很好的，那个是个好歌。现在不行了，你把文字写的跟文学青年写出来的这个诗一样都没关系，反正才能看见了。然后你听的唱什么呢，你就听得明白了。这就没这条件的话，那我想想，进去正好这个老加班熬夜，嗓子也快大了，所以干脆就吹一段吧，一会儿啊，给大家吹一段。那个，我一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丁玲就笑了，说：“啊，你们男人啊，网上过生日，你们就这点本事了？那么女的网上都是直播的，都是生孩子，我就不会啊。那人家那真是生日，我这不是生日，我这过了60来个，人家是真正生日，网上生孩子的，我也不知道人家直播的尺度到多大，反正咱们不敢去看你了。”据说看了那个以后，那个会直接就去少林寺了，可以啊，他已经对人生没有什么欲望了。好，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呢，年纪大了以后，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呢，啊，我是不服老的。昨天写的歌叫《30公顺》，放声高唱，允许他们有斤和公斤乘二的关系，就可以有岁和公岁的关系，是吧？这样听起来好听一点啊。30公岁了啊，30公岁，今天刚过一天。然后呢跟大家一块儿呢也很高兴啊，你们还不给我鼓个掌祝贺祝贺啊。对，我知道很多东西有点要的，对不对？得求着的啊。这个星星大师讲什么说求得求不得之类的，哎，我就求一下就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到了这么个年龄了呢，特征呢我就说是特征了，特征呢有很多啊，当然我也是一个老心不老的那种啊，这是好话吧。好话，然后啊，雄心壮志，想干很多事儿，但是呢，生理上的这个一些反应呢，已经不对了。什么不对了呢？老忘事儿。早晨起来以后呢，都上了饭桌子，一口饭都杵嘴里头去了，然后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了，哎，我看刷牙了没有？赶紧跑卫生间去捏一捏那牙刷条，湿的，那就放心了；干的，那麻烦了，跟谁刷？你们有过这个事儿？有啊，然后呢，上厕所，哎呀，半天也解决不了的时候，突然又焦虑起来。哟，我那个火上煤气是不是烧的水呢？锅火关了没有？
铁子裤子赶紧出去看一看啊，别关啊，关了关了关了，好，回去了，接着进去啊。其实差不多了呢，然后出来呢，坐到电脑桌上开始干干干写，干干干什么，干了一会儿，说，哎呦，赶紧跑回卫生间去看看那手指刚才动了没有，是刚才是不是忘了点什么程序了？然后呢，这个，但是呢，虽然是如此吧，不影响咱们一颗年轻的心仍在啊。咱们这个，到了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谈的呢，就是人如果要健康，追求两件事，第一个是身体健康，生理上的健康呢，交给两类人去解决，一类是卖保健品的，一类是运动啊，对吧？但心理的健康，一类是交给星云大师的徒弟们啊，谢谢他们，对吧？另一类是交给定明他们啊，这陶冶身心的，对吧？让大家呢，这个心灵健康呢也很重要。因为这个我家里头呢，我老父亲就是退休以后啊，退休的那年身体倍儿棒，59岁跟着同事爬华山，老头从底下一路一天走上去，那会儿没有缆车，走上去把山上转一圈又走下来，这一天时间就完成了，我都不行现在啊。到64岁走了，为什么呢？一退休以后心里空虚寂寞，尤其是离开了单位以后，每天那个单位，我们家就住在他学校边上嘛，学校一打那下课铃，我妈说你爸就急在屋里头就上蹿下跳的啊，然后说那到出去找老太太玩一玩去，跳跳广场舞去，他说没有。然后呢，这也是心情造成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心健康这个心理文化学社是吧，非常非常重要，能希望能解决更多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啊，不光是治愈问题了，还是陶冶情操。你觉得自己这个唱得更好，写得更好，我也很希望您应该有个大头影，大头影我就相信好多人就不是在唱歌的，而是把自己的诗打上去来念了，或者把词打上去念，那个东西更有文学味啊，那个东西更值得，更养心啊。我呢，我还有一种养心的文化方式呢，就是搞民乐。民族音乐我们也最近也参加了一个小民乐队啊，我们的队里有不少高手，但是我没办法把他们请过来，各自有各自很忙的。今天我自己给大家吹一段吧，好吧？好。